真好哩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俗语在讲，了钱的生理无人做。不过我今天的主角王启章师兄，过去就是一个做了钱生意的头家，因为他常常了自己的成本，去卖好货给人客，做成生意做不起来，只好去水果批发的行口做巡逻，付出体力，单纯做工。20年来都不换过头路，个性这么刁滴，结婚了后也不要对太太说好听话。参存师兄这么高义的人，人生敢有法度过得真精彩呢？我前捌伊就拢安尼足古意的迄个形体啊，伊较无适合做生意啦，因为伊足古意的，啊生意人哦较食脆。因阿母伫遮卖迄落素食的，花花啊吧，算讲要足好嘛无啦，食三顿可能有啦。伊阵伊就拢去食头路啊，伊较适合去食人的头路啦。做生意哩，古意人就袂晓互动咯，做较无。啊，用纸箱啊，用纸箱啊，对啊，用细卡袂装两箱啊，好嘛？装这两箱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胶带粘好条，我买用六个就好啦。好，安尼就好啦。阮这拢落水果嘛，干粗重的嘛，啊油那做介久啊，莫冻袂，但是会顺着。骨毛啊，钙化啊，因为食全素的人啊。啊！而且还佫足欠的，哦，人咧讲的唔爱欠欠的好记啊，也无好记啊，真的啊！伊对家己哦足可怖的咧，啊，炸便当是白饭两个青菜，然后佫一说讲啊，你安尼食会饱，你做粗重的，哎，有阵仔要百几斤的，还拖百几斤的物件咧，咧规身躯干咧，啊，啉水无，头家哦，伊矿泉水伊嘛唔啉咧，伊佫爱佮家己兄弟来啉的，看偌欠，对无？伊上好个，还佫唔爱穿外裤，啊，还佫关计册哦，做好耍个哦。安尼伊有法度佫食莫重货哦。伊穿个下底拢垃圾啊，伊嘛还佫穿个做，我输啊，你嘛去买一双。哎，我拢叫伊师傅啊，我叫伊师傅啊，有当叫乌面啊，叫师傅啊，唔爱搞我印啊。乌面个乌面就是乌面豆，我讲乌面拜托搞我印一个哦。我唔是讲因为伊来无，我特别讲伊好听个，无可能个代志。因为我个人嘛较坦白啦。会歹势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老会有进步啦。你也看，我讲，我开始要练啊，伊有哪样会讲出来啊？伊面拢会讲道理尔哦，有哪甲你讲一寡有诶无诶出来啊？不过伊袂骂脏话啦，伊是袂讲迄歹听话啦。你干骂伊，佫会甲你乌面过分嘿，上面叫你袂使讲迄歹听话，嘿，爱收哦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别，我先讲。好啦，好啦，谢谢啦。哦，这条鱼啊，对阮结婚的哦，较近啊。
家己动脑筋尔啦，唔是专业的啦，啊，都喏较适合啦。啊哦，即个叹气喏，但是脚还阁够用啦。啊哦，唔甘面哦，单调啦。啊，讲哦，即叹气喏，啊咱哦上班人哦，阁来补喏，一直在当坐啊。啊，即喏房啊，楼较歹喏，咱哦铺一个较水的喏来做，来补筋啊喏，安就可以啊。因为即哦物件喏，得来不易嘛。齐藏师兄是这附近公认的老实人，勤俭、骨力、爱做，啊，不过话真少。虽然大家拢讲天公疼工人，啊，不过伫四十岁之前，伊一点啊都无感觉。少年学做点心，想要创业，拄啊好爸爸破病爱顾，炊馒头卖早点，生意泡泡啊。摆水果档，配着歹货唔敢卖，家己消化嘛是了事，只好去果菜市场摊货搬档，勉强维持一家生活。菜市啊，然后破破烂烂啊，市场无法去啦，啊，无啥人，你无看，无啥人。进目前算微弱啊，已经六七十档啊，啥物来遮做生意啊？早期喏，因为咧做做的时喏，早期咧卖店喏，即外口面我道路边喏，百几万的呢。啊，我是讲哦，啊免免哦免买介遐贵啊，我买一地喏，啊哦七十几万喏，买到八十万的。我咧菜市啊店喏，拢有编号啦，啊34号。啊，因为我早期喏是伫外口喏路边喏。人个凉亭啊，空人做凉亭啊，卡咧做生意啦。啊，拄啊喏哦，有个机会喏，菜市啊要整理店的喏，啊，我无哦，就讲啊无喏哦，咱哦来菜市啊要一块店，较免喏做生意，逐工塞来塞去喏，足辛苦个啊。啊，迄时喏我拢要个人细厝，迄时喏对哦，伫地林街喏同细个三楼管，啊，所以物件喏拢爱搁搬去三楼喏，可能足辛苦个啊。所以就伫遮买一块店，哦，做早点包馒头啊，啊，豆奶个喏，米奶个，结果喏买落生意也无较好啊，但是买得了钱个喏，嘛认了啦，做生意就是安尼啦。有当时你看袂到喏，做袂起来喏，就了钱了。啊，即做喏，即块店个本钱嘛，哦，捡袂起来。即喏，人讲喏，啊，即块店可能只无生意啦，后尾哦，往做食饭桌，人就嫌废气啊。然后哦，个卖水果啊，就是我哦，卖水果喏，买一台小货车啊。啊，生意喏，哦，还蛮做生意啊，生意哦，做卖水果喏，一年后喏，就收起来，即摆一台小货车喏。最近哦，公安广播站的哦，了主电哦，做资源回收。哈哈。嘿啊！啊，侬走，侬走，今仔我做酒家咧，大家好，都不同着。啊，遮喏，遮食酒的人拢白拼，无多啊。啊，咱咱哦，好心的哦，无迄酒干啊，是哦，环保局也无要来整理啊。
刚刚拢嘛，有当时拢嘛，屈地喏，爱吃来喏，啊，食酒的喏，就干那拢平地平地喏，菜吃来啊。啊，因这样拖拖荡荡啦，这一袋拢嘛，哦，差不多三四十斤的，啊，搬去车顶的喏，哦，爱个调无些，啊，做久的喏，哦，变手发炎。啊，佮有迄歹味、酒味啊！对，二百多天咯，佮真个咯，已经要二十天啊！我早起咯，就是咧，要佮做生意，做咧上班嘛。啊是喏，哦，拄啊退休，哦，即马啊，我嘛是喏，要佮伫即区块咧做资源回收。弟的房间，我给伊扫扫的，伊特别等。除了家庭的经济，七张师兄阁有一个档爱打。弟弟自从离婚了后，精神状况都一直不稳定。有一阵啊，接来做伙住，有隔一间房间，特别要予伊困。最近因为情绪起起落落，一直住伫病院观察。每礼拜大姐会去面会，有欠什么会来厝内，予七张师兄知影。好，即马治疗情安怎？啊，有较好啊啦！啊，伊讲要摕口罩啊、甲纱布、甲卫生纸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即马就讲会偷喘着，啊，伊就没事讲吼，阿弟食较少，特别偷喘着啊啦。啊，伊想要转啊，安尼啦。伊有咧讲啊，讲伊要转啊，佚佗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我甲讲啊，护士、医生也拢无讲啊。啊，要安怎带转啊，佚佗？啊，护士甲我讲，我较带你转啊，佚佗啦，安尼啦。啊，伊讲好，安尼啦，好啊，安尼啦。小弟喏，他离婚了喏，一年后喏，我妈妈就往生去了。我要照正常的交代讲的喏，啊，若无哦，恁家底下照顾喏。小弟一个人的喏，无依无靠喏，啊，若伫外口流浪的喏，安尼伊袂放心啊。当然哦，加减的造成咱的哦日常生活中的困扰。但是哦，兄弟之前喏，我嘛答应妈妈讲哦会哦。用心的话来照顾小弟啊！我还没有宗教信仰的时阵哦，感觉喏人生朦朦渺渺啊。啊，人哦，出世伫这世间到底是为虾米，啊拢唔知影。心肝内喏，就想要找一个喏哦，互心灵依靠的喏哦，哦这团体就对啦。哦，
啊，迄、那个委员呢是打工，哦，你爱对伊喏哦，看无哦，这个方面入来啦。啊，迄时喏，我人际关系真无好嘛，哦，因为我迄阵我爱做早点嘛，啊，做包馒头喏，啊，人际关系几乎喏，会当讲喏，讲当中喏，我拢无朋友啦，哦，啊，嘛无时间通去喏哦哦交朋友啦。因为咱专啊为着啊生活咯，就无应该咯啊无啥啥，啊赚的有限咯，吃苦耐劳啦，自己精神咯哦，真符合我内心的哦的需要。啊，我咯讲实在，我初期嘛是咯哦，对无甲真哦有，虽然咯无真有啦，但是哦哦还过得去安尼就可以啊，安我就真满足啊。好啊，孙阳，我先走啊。好啊，大门口，你关下啊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早起个喏，我娘煮食，他都互阮某喏训练出来。伊做代志拢较一心多用嘛，拢解干，啊解干喏，有当时菜喏煮了较无好势，就是讲，煮个哦伤油啦，哦伤咸啊，是讲哦哦无下盐，我拢会代讲啊，啊伊都唔爱人讲个啦，唔爱人咸，伊啊讲，伊就会讲，啊你啊嫌阮喏，无你家己煮。我伊做我食，我会嫌伊就歹哦做我食。我讲好啊，啊你既然唔爱煮的喏哦，也是无时间通煮的喏，好啊，啊你那我就该煮啊，啊就安尼训练家己喏该煮啊。七藏师兄甲太太的关系其实一直真紧张，两个人的个性一个急一个慢，难免会小度冤家。一直到去年的十一月，太太对工厂退休，开始有时间思考翁仔某中间到底是出什么问题，想要调整，互相改变。辛苦啊！你拢无打工，伊较袂罗曼蒂克啦，较袂讲一挂好听的话。我较女人嘛，先生啊一句，哎呀，你辛苦了，安尼，你哦煮那么迄落好，啊不过伊是倒我嫌的，我做俩工。是我的错啦，啊不过我是俩工的啦，我是希望得到他的包容谅解，讲我是足赶紧的，伊感觉讲我每次拢也是。这种行为啦，他说一刀念的，我听袂入伊的念，你知？我听袂入。好啊，娱乐一下嘛吼，有迄个心，你嘛爱投我一个鼓励吼，小看就好啊吼，安尼，好像我得不到肯定的感觉，所以我感觉讲会有失落，会无奈。啊，这先生太安呢。姜还阁有啊，啊白菜还阁有无？白菜，剩一丝仔尔，你买白菜好啊。白菜一斤偌济？
白菜一斤偌济？啊，你迄白菜安怎卖？一斤三块。伊拢无爱佚佗，伊就是勤俭努力、踏实的。我就是努力，我安尼认认真啊想啊，真正是伊的好处。伊也无安尼欠阮这个厝边啊，会当有稳定的家，很安定的一个家，安定。你要运动哦，哎，袂歹哈，咱咪当咱伸伸懒腰啊。退休之后，好像说自己的思路会比较往家里摆，就会比较能谅解先生的一些。我觉得以前不可思议的事情，现在完全谅解、谅解、谅解，好奇怪哦，就很释怀。妈妈跟我讲，做主人，我先生的这个感觉，我都适应他的一些作为，所以我觉得我接受他的勤俭。用参加做钱哦，我才叫伊喏买衫裤的，剩下那衫裤喏卖钱喏，要好我发的，来捡起捡起穿啊。啊，袂单调喏，嘛单调啊，啊哦，舒服啊，工过衫大部分拢是回收的较济啦。多多来得好，多多来，顺顺啊来，一点嘛就好啦。来，你多多来啦，快点，快点。这主要是我，咱是这样哦，伊已经退休啊，还有我哦，体谅我时间不时间七八点的八九点才倒转哦，哦，感觉真辛苦，伊唔甘我喏哦做个遐忝的呢啦，啊做个遐，所以哦，伊退休的喏，啊，伊愿意的喏哦，每礼拜喏拜五，哦配合我哦的时间不。我先摕一摆，你听出来倒啊？感谢阮主席哦，对我疼惜啦。啊，我对主席好气啊，非常感恩啦。我收到。收到。OK。你欢喜，我就欢喜啦。哦。你袂够啦。啊，苹果。好啦好啦啦。同心协力，和心和气。互爱协力，上一个我有请一位，啊，请一位咯，爱用出来。好啊，啊，重新协力。哇，七藏师兄今日做这了后，不但专心学佛，嘛半时间认真出来做环保。在付出的当中，发挥家己的能力，和对人生要行的路，嘛愈来愈清楚啊！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啊，阮上近啊来做马桶啊，你爱听，嘿，啊大个台你爱看，嘿，啊，迄拢会讲一寡吼对人更深的代志。我接来支援，甲讲好好好呢。伊要走的时阵，无要做，我搁来讲啊，我也需要，我一半工也袂拄啊好，你来甲我斗相共一下。好啊好啊，你靠，结果无我当然，我一定爱做主席，这是我的工作呢。我这袂当放的无做呢，我对你较歹势习惯，人又搁讲对我较歹势习惯的。我心内想，好啦，你搁安尼讲啦。